哎，开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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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今天不用，今天不用自己选位置吗？要怎么玩啊？先走，先走，今天不用。我们最喜欢的号码位置。 是不是？对他们是密不可分。对啊，你们这个太小了吧？这个啊，你们刚好都做完了。好，你们自己主持啊。主持看看。好，那今天要玩什么？天音。欢迎各位来到敖王二杀2023王者荣耀。今天这一战，我们将要进行 K 狼王与魔术师的十二人警长局。协助阵营将有一只黑狼王以及三只小狼。黑狼王自爆以及被毒浆，无法启动技能。 其他狼人可以随时翻牌自爆，自爆将有遗言。这一联盟将由预言家、女巫猎人、魔术师以及四个平民组成，女巫全程不得自救。魔术师每晚可交换两名玩家的号码，所有作用与两者的夜间操作将被互换。整场游戏每个号码都只能被换一次。本局赛双爆吞井灰，警长拥有 1票投票权，各位玩家，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对啊，我们在这里要留下一个伏笔。这一场既然是魔术师局，那我们将在游戏开始先进行一场座位交换。什么意思？什么叫？号码牌就在一号油桶里面。现在请从号码箱中抽出两组号码，被抽中的两组将直接换座位。 我想要别的脸，好烦哦！一组吗？好烦哦！座位交换完毕，到底这样的交换会对战局有什么影响呢？好笑！知道你们。他们玩哦。现在，请所有玩家确认角色身份。确认。角色身份。 天黑请睁眼。现在开始竞选警长的候选人，请起立。天亮请睁眼。请抽警长证件发表顺序。 7号发表的证件。好，我敏牌是看到了5号跟6号，感觉是有点东西。如果6要来跳狱的话，还算合理，因为6跟我那个队是有点像神牌，所以如果6跳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不错。然后我觉得这把10的身份可能不是很好。 因为他这把很怪腔怪调，就是像现在这样，还记得他拿狼那把，因为摇椅子，然后这把也是怪腔怪调。从看完牌之后，所以井上的话可能会先比较小彩石，然后5我就不是很确定了，然后我觉得6就是比较非神即狼吧，大概是这样。好，过了。好，我上井只是因为就是我每次都有身份才会上井，所以我不太想要就是。 他们就是对我有一些资讯库，然后就是太容易排之类，所以就上井。但我又在比较前置位发言，没办法分析太多。然后
我觉得七号，目前听不出来，但我认同你觉得十号怪腔怪调感，因为他刚刚真的有一个这个感觉，所以蛮想听的。然后也想听二号，因为二号是我原本的位置，所以非常好奇二号这张牌的身份。但目前咪娃感觉卦象还 OK 哦。然后我抿牌的时候，我就是只有看九号很久很久，不知道，就是觉得没有特好也没有特坏，不知道是怎样，所以可是又觉得有点身份感，就没有特好没有特坏，可是有点身份感的感觉。因为九号就看完我，然后就说，哎呦，然后想说，哎呦什么？对，所以九号牌也蛮想听一下，那我就看后置位听预言家过。我是好人，然后我保八，我觉得八是好人。七的话不一定，因为他前面说六如果跳预言家的话很合理嘛，所以就是你觉得六有可能是预言家，就又对着六说六是非神机啦。那六跳预言家到底是预言家还是悍跳预言家？所以这是他井上矛盾之的地方。但除了这个地方，其他我甚至都没觉得他一定是坏人。虽然他直接说我不好，好不好？那我觉得八是好人。然后就是闭眼之前跟三就是有互看，然后哇，我笑得很开心。我以为他要上井就坐井下，井下我应该会直接听。我很认真听三发言，就是感觉是很有什么话想说的感觉，结果却待井下。啊，没事，以为你骂脏话。感觉是有什么话。感觉是有什么话想说的，结果他却待在井下。然后呢，就是着重听一发言嘛，因为一是不太常上井的玩家，所以他现在上井了，就是而且又笑成那样子，就是会，对啊，预言家吗？预言家的话好棒，这样过了。好棒，真棒。好，三金水，然后井灰流，我想要先十后五。十号牌实在是太奇怪了，十号牌先点了我的金水，好像想要踩它又要保它，就讲不出它到底是哪里好哪里坏，所以我觉得十号牌很奇怪。而且它刚保了八，我觉得七八两个我真的是听不出来，有点划水的牌。七号牌也没就是点了几张，然后也没有什么工作量，然后八号牌其实也没讲什么，只是说上井他想要让大家没有资料库。十还可以保得到八，那我觉得十很怪。主要是你点了我金水，所以我想要先验十，然后井下验个五，因为五号牌是三跟五，是我抿牌的时候我觉得有卦象。三号为什么验你呢？是因为你看完牌，你是最后一个看牌，我很仔细的观察，最后一个看，然后看的时候你的笑容是有点僵的，然后我想说奇怪，你是拿到什么牌笑容那么僵？但是你是金水。那为什么五呢？五号牌也是因为抿完牌的时候我觉得你卦象有点重，所以想要留个五。十井上是我觉得前面听起来最奇怪，所以我想要井灰流先十，然后一个五这样子，然后等一下看上票，看四九上票，三号是好人，我是预言家，就这样。然后哎，十二号忘了点十二号牌哦，十二号牌抿牌是没有特别抿出什么，等一下看你上票，等一下看他上票，我是预言家，你认得到我吧？好，你如果是狼，你可能就会冲票冲起来。先看十二怎么上票，然后警徽流先十后五，三号金水过。OK， 这一局最少有两狼在紧张啊，就是我的查案是七号，那七号是查杀，十一号是悍跳，然后他发了一个在井上那个七号牌，他点了这个六号嘛，那七号在我这边他一定是一张定狼牌嘛，那六号牌我就是觉得他这边有一点。是不是在有可能在点他队友之类的，所以我第一个想要先留这个六号，然后第二张牌我想要留他的金水三号牌，我会害怕做身份这件事情，然后十号牌他我这边会觉得他绝对是一张好人牌，因为他在前面也讲的嘛，很清楚的，然后十一号牌他刚刚讲了一个东西，说前面听起来最怪的是十号牌，为何？就是他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信不下吧。然后你说七八听不出来，我来告诉你，七号是你对的，七号跟十一号双狼，那我的警徽流就是六三顺验，对，先这样，打票上给我应该很容易吧，过了。我先说我为什么上警，我本来想说如果前置位发言的话，我要八十金水，因为抿牌的时候我是看九十这两个位置，然后十是一个大看笑，我觉得跟我对他。其他局的印象来说，我觉得他的那个灿笑很像一张好人牌，所以我本来想说我上井就是装个预言家，然后发个十金水，然后看看就是听听外置位的那个视野有没有变形。那井上的话，因为七号牌发言就直接说他觉得
十不好，名牌之后觉得十不好。那时候我觉得跟我的看法不太一样，我就觉得七号没有很好。然后八号牌是他说他名牌，他觉得我二不错，然后想要知道我的底牌。那我觉得八号牌的八也是偏阳光，然后且十号也觉得八好嘛，所以我觉得八跟十都井上都蛮好的。然后一号牌是查杀七号，所以我就蛮想要跟一号站边的，因为井上我就觉得七没有太好。那我目前可能就是会软站边一，而且我觉得一的悍跳八言如果这么顺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就我觉得他的八言不太像是悍跳了，所以我觉得，而且我又觉得七蛮像狼的，所以我也会目前软站边一。没料到吧 ，YC。我不是演讲，没有，因为我觉得 YC 在名牌的时候，我这边名牌的时候，我就先写二七九十，就二七九十是我自己想要着重名牌的牌，然后因为九没有上井嘛，然后二七都上了井，然后十号也上了井，但是我觉得十号的发言在我这边还 OK， 所以我刚刚听完二号，我没有觉得二号蛮好的，原因是我觉得二号他有点顺着一号在打，所以我狼坑先打。可能又要对喽，就是我觉得九感觉像定狼牌，我认为九像，因为九本来是我的位置，所以我本来在看名牌的时候，我着重看了九号牌，九号牌的脸非常的凝重，所以我狼坑先打九七跟十一，然后二五开最后一个。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二号在井上的发言，他刚刚那一段发言认为有一点想是觉得一号跳在钢铁，所以他往一号那边靠。这是我对二号的疑虑。再来五号点是因为十一号告诉我他的视野是先十后五嘛，那因为他打十号是你觉得七八发言是偏水的牌，可是对我来说七号发言还蛮斩钉截铁，他的发言不水啊，他直接说我飞了飞狼即神，然后还说他才十号牌，所以十一号觉得七八发言偏水，十号跑到八号牌不太合理，这是有一点扣到十一号分数那边，因为他觉得七八偏水，所以我狼坑，因为他的第二警卫又是五号牌，所以五号牌我可能着重进。我不太认为他发三号像是队友，因为以我的敏牌跟我刚刚的牌坑，我自己是觉得三狼在井上，可能就是因为七十一就是定狼了嘛。那我觉得八蛮好的，然后二先听听，但是我觉得二五开最后一个，那如果再出差错。可能是十二，因为十二因为目前也没有任何发言嘛，加上十一跟十二那个大对大 PK 对话，我认为不太像队友，对，所以这是我排除十二的原因，所以我狼坑九七十一二五开一，就这样，我信一号牌过。我们选出玩家七十五下，请大家进行投票。三二一，请投票。OK， 恭喜一号当选警长。让我们公布昨晚结果。左取平安玉。警长决定警左警右，警右。十二号开始发言。在一边是刚六号有讲到，是六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十一号警上。发言表示的时候说七八他听不出来，他觉得十最怪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是因为七八两张牌都打十号牌哦，那你没有返回去推说，哎，前面这两张都打你觉得那张最怪的牌，你没有想要回推回去他们的身份是好坏，直接说哦，听着发言真的听不出，而且滑水。他们超不划水，他们是我见过史上最不划水的两个号码，讲很长。我想说，你这样硬打硬靠好奇怪。那时候我就已经扣一点分了，结果寻魔俊跳的完美无缺，我没有办法站到你的边，是这个样子。虽然我还给你留一点空间，就想说，到你再不点我就直接不认你。结果你在最后回马枪真的点到我了，我还觉得好了，有一点像。结果寻魔俊真的跳得太完美太好，就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然后他完全一上井就那个轻松状态就已经来了，加上我前面迷你牌，你凝重的像个修女一样，你预言家有必要这样子吗？是不是拿到这张狼牌，你也不确定晚上是不是要悍跳还是什么，所以还没先做好状态，然后起完悍跳，你想好奇怪，而且狼队沟通超爆久。好，反正我就是站到一的边，然后再来呢，站一边就是七跟十一掰嘛，那刚刚其实我还没太听得出来，就是大家彼此的关系，就像十一号发三号金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可能在做
身份，但是三号的感觉很像偏心虚，所以可能偏好，可能像他真的发的一个摸头金，因为毕竟在井下，可能想要捞一张三的票，所以目前先觉得三是你发的摸头金这样子，想要捞他的票。那我对八有一个问号，我想再听八讲一次，因为八上井的原因我不是太过关，是因为八是一个很想要下班女，她每一次真的不会上井，所以我就有点因为这个无聊的元素想再听你讲一次，然后其他六九那边我也想再听一次，因为我觉得刚刚六打九打的有一点重，所以我想再听他们讲一次，因为他说九那个位置本来是我的，但很像狼，我就觉得打的有点太定了，所以六九那边我也想再听，其他就是我还没有确定的。十号我觉得井上向好过。好，我已经讲一号完美无缺，我真的是心寒到不行。我是有出了什么问题吗你？我真的是真心不懂，虽然我不想跟你对话。为什么我会这么凝重？是因为我拿到冤家牌，我很怕我被看出来。你知道只有狼会在那边笑，然后假装轻松吗？我刚刚很紧张，我想说好，我一定要先明一个，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三，我是有点凝重，但是因为我是冤家牌，我很怕被发现。算了，我懒得跟你讲，我也不知道你是好还是坏，在那边硬踩硬踩。然后，他发七查杀嘛，那我觉得七号可能就可以就先出坑，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样子狼发狼，所以七号先出坑。那我为什么说七八划水？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井上真的很没工作量啊，对我来说。然后十号牌能去保，我就觉得。你是很像那种开视野的狼牌，还可以去保一个两个其实根本没有发言什么的牌，所以对我来说十号会比较不好。然后其他我都讲了嘛，就是我井下说想要验五，因为五号名牌的时候卦象我觉得比较重。然后三号谢谢你上票给我，真的只有你一个人送票给我，蛮难过。那我觉得井下可能开多狼去了，因为大家都冲起来了。四九十二十二号牌。先进坑十二号牌，我说我要看你上票，然后你硬是铁头，完全不站我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二号牌井上也要进坑，是因为二号牌他不是听发言，他是靠外置位去站边，他不是听一号跟十一号哪边有漏洞或哪边好或坏，他不是靠我们两个的发言去站边，他是靠底下的，好像是他靠谁？他说他听外置位的牌去决定站边，所以我就觉得二号牌很像在硬冲锋，所以我觉得一二是绑在一起的牌。然后我再讲一个点好了，如果他真的是预言家的话，他不是发七查杀吗？那他是不是应该先让七发言？因为七如果是一个狼牌，他一定要，怎么讲？一定要防止他不要先拍什么身份嘛。他如果跳个神什么，那好人怎么办？所以他的发言顺序就证明他不是一个真预言家，就这样，是吧？你如果是真预言家的话，那你一定要让我留到最后卖视野。如果你把我当成狼，所以他的发言顺序也代表他不是预言家，就这样子过。好，那七号你等一下记得假装帮那个十一号留那个魔术师留，就是假装一下，对。然后，十一他井上对我的那个怀疑就已经不太像好人了嘛，因为我是对着他的金水，他说三是他金水嘛，我说三他有一个灿笑，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像有什么话想说，结果他没有上井，我井下会想要着重听三。我一个三是狼的一个字都没讲到，所以他对我的怀疑跟不好感度是不寻常的。然后再来，他说七跟八是没有工作量的，那七不是直接对着十说卦象不好吗？那十一觉得十井上怀疑他的金水十比较不好，那肯定七号在他的视角会稍微好一点，这些关系链他应该会理出来，所以十一井上发言我是不觉得他是预言家的。然后这一局如果站在一边的同学们，就是不要管七拍什么身份嘛，因为我们站一边，七管他是这个拍什么，一就是发七查杀，什么七如果拍魔术师，然后我们就要说啊，外置位可能有真魔术师，然后我们先从一跟十一，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就勇敢一点，站一边就直接出七，好不好？十一号我们玩魔术师的板子。他想要验谁，他就一定会跟魔术师讲不要动谁。所以基于这几点，我们好人是非常有优势的，对吧？你看七井上，我什么话都没说，直接先揍我，对不对？你们都觉得我是好人啊，就很好啊。好啊，等下七就是记得帮十一留一下，就是会更像好人，对，就出七，然后读十一。一号你要验谁，一定要讲两张，对，过。
好，我敏牌的时候是看二四十十一啊，就是偏凝重的牌。然后原本七在井上的时候，手指会放一点的这个十，我还以为七是好人，但一跳的我觉得是完美无缺啊，对吧？然后还有我有着重看这个八，对视了蛮久，我觉得八蛮好的。然后八在点我井上点我九像狼的时候，三号是笑得很开心的，所以三号感觉跟十一不能是共边的，就是三号在我视野里蛮像一张好人牌的。然后井上还有二，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他说他敏牌的时候是看了九十两张牌，但他只有说十号，他对我九是没有任何反馈，就这轮我可能要再听一下二的发言。井上如果要抓狼的话，如果跟一边站就是七十一嘛，对啊，四的话着重听，就是着重，因为我敏牌的时候看了二四十十一，我这样看完先看着重看了冠宇这边，他确实蛮凝重的，对，但是我还是想跟一站边，对。八是好人，那八九十好人这样点狼的话，对，六井上打我打得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六那个视野蛮像一个好人牌的，就我不是一只狼，但是你用敏牌直接把我打死就有点太硬，可以听我发言吗？那就这样了，先随便点二七十一，再点个四呗，敏牌偏严重的，过了。好，我也是站一边的，因为我觉得一号确实跳得完美无缺，而且，一号呢，就是因为一号你就是要跟我一样，从现在开始学习常上井，不然就是会我就会有点用这个来站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 OK， 一号有事要做常上井，然后，十二号刚刚对我的这个疑问，就是因为。我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是跟狼人，然后我是自己一个好人，唯独 solo 站错边，所以我不想要再求一次，我想要上井不用投票，好 OK 上井心路历程，对，所以回应一下十号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十号跟十一号也是有可能会玩套路的一个东西，因为刚刚十号在井上的时候保我说八号很好保下了，可是你没有说为什么，就你为什么命牌？好，算了，反正等一下再说，反正现在不是你的轮子。然后我觉得九号也不错，可是你刚刚有一个点是，你竟然对三号没有敌意，因为你说哦，刚刚谁六号在打我是狼的时候，三号狂点头，我有看到三号是狂点头。那一个人，如果你是好人，一个人觉得你是狼，他狂点头，你应该会觉得他不好啊。然后他还想给你反边呢，然后你觉得三很好，我不知道你们这一练呢，所以九号这个一个小小问号，然后其实。井上，我觉得六号没有到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先听一下，因为你猛锤这个二号，可是二号跟你是一样，很迅速就可以站，就觉得说 OK， 他们要认一号是预言家，那你应该会先把它放在后面一点位置，因为他跟你是一样的角度啊，可是你把它锤得好用力，所以我觉得六号会给我一种就是攻击性比较强的感觉，对。然后我想着重听三号发言，因为三号刚刚投十一，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投十一的，他露出一个脸，就跟十二号看到一样。我想要听着重听一下三号表，所以觉得三号有点身份感。对，好过。好，我是平民牌，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同你们说什么一号跳得完美无缺。哎，他验七有心路历程吗？没有。我跟你们讲。剧本就是十叫一跳，然后十在那边，我想你们绝对抓不到十。如果你们要这样信十的话，你们绝对抓不到。我很痛苦，因为我最讨厌玩这游戏，就是我拿一个好人牌，然后接杀的时候有这样弄，我真的很痛苦。就是十退水的时机是在一发完七，他甚至还没查杀杀都还没讲完的时候，十直接坐下来，然后一验七也完全没有心路历程。十一把验三跟验为什么要验五的心路历程讲得如此的清楚，然后你们前面什么八九十二跟我说一叫完美无缺，我听不出哪里完美无缺，但是我不敢打井下的牌，就是现在四五九十二我不会敢点的原因，所以我认为井下我觉得井上是十跟一两个狼，然后井下会有两只狼，但是因为你们等于投错票嘛，所以会有两个好人投错票，所以我不敢打井下的牌，但我可以把井上的二六八我敢保下，因为我觉得井上不会再开狼的了，我觉得这个格式的话就是十跟一两个狼在井上，然后井下现在是有两个好人是投错票的，那四五我没听牌我不点，那九十二硬要我觉得比较差的话，我觉得是九。我觉得九是比较差的，因为九的发言是他认为井上七的原始发言像好人哦，然后他听了一认为一完美无缺之后，觉得七像狼人，可是一哪里完美无缺？就是你的站边是很少会站错，所以九我会比较觉得比十二差一点。那四五我不点，因为我听不到发言，但我觉得六是好人。我觉得你打六也打错，因为六在井上，我刚好记他打了二五七十一十二。
他几乎哪一张牌没打，我觉得六很难是狼，六真的很难是狼人，所以我觉得二六八我都敢保下，然后一你要你知道十都帮你铺这个路，你就加油吧，然后你等一下就验酒，你就验酒，所以魔术师就不要换酒，然后我们今天把一出，而如果一开枪就可以正式验嘛，我觉得一应该是狼王，我觉得一应该是狼王，应该夜里一是个狼王，然后永远不跳，然后怪兽你就跳，我帮你弄什么，我觉得蛮像这样，所以。不错啊，这个玩的玩的不错，我蛮累的，打过了。哎，好，我听完了，出气吧。没有，因为我想，我想，没有，因为这版有魔术师啊，出气又没有怎么样，就一十一，你们自己下一天狼人不刀彼此，你就告诉我另外一个人的查验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人再听身份就好。反正我觉得这一场一定是出气。我怎么在一边，我也没有说一跳的完美无缺，原因是因为十一号的坑告诉我太爆了，他的坑告诉我一二一呸，然后你有踩十，你的狼坑是一二十二跟十，所以在你的视角，三狼上井一二十都在井上，对吧？你的坑告诉我这样，然后加上我觉得你的十二坑是填进去的，就是你没有在盘每个人的发言而去把这个最后一坑填进去，所以这是我没办法站到十一边的原因。然后再来是我先跟大家讲哦，我先跟八号对话，你觉得我打九打很重？还是打几打九打很重，因为其实九号牌我是因为填坑填完没位置了，加上九号那个凝重感有，所以我才把九填进去。然后接下来你们觉得我打二打很重，为什么我打二打很重？原因是因为其实一跳完，我个人认为有一点为爆水，很明显好认的一号牌。那二号牌如果他能帮十一号拉票，当然能拉，可是一号都跳那样，很难不帮，很难再拉回十一号那边吧。所以我觉得二号，因为我觉得二号帮一讲话，他想要在一边那个新闻，我自己没有觉得非常的顺利，所以我把它摆容错，我没有把它摆超定，因为我还要把二跟五放容错，因为我想听五号发言。五号发言是十一号牌的警徽流留了五号牌，所以我会想要听五号牌，我没有把二打死。但是另外一点，我看就是九号发言完，我也没有觉得他多好啊，但我想再融一个人，融超多。好，我想融十二号牌，我想融十二号牌，就是他发完言，其实我一开始敏感没有踩你，可是因为十二号牌发完言，我认为你有发跟没发差不多，就是你听八，因为其实八的那个理由，他井上就有跟你讲，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洗他的资料库，所以他井上聊。然后你在那个位置，你还要再听八讲一次，然后你听六九还要再讲一次。你要听几次？就是，然后加上十一号打十二号那个，我觉得打十二号那个有点很硬打哎，就是啊十二号硬踩，我觉得好怪哦。但你在后面一点点，我只先想要打你，给你一点压力，你下一天可以再聊。然后，所以我问号牌是二号牌、五号牌跟十二号牌，我不太确定。那九我自己比较偏确定，但也不到你轮次，你再下一天，对这场就投七。那我觉得三号牌还行，原因是因为刚刚硬爆成那样了，怎么可能还去冲十一号牌？我觉得狼都拿刀去倒钩了吧，狼都去倒钩了，我自己觉得吧。好 ，Go。你聊了120分钟，但你都没有聊到这张四号牌，所以我挡到他，你没有看到。因为我觉得四号牌可能好可能进狼坑，因为我认你从井上两轮井下，包括发言都是好人牌，狼坑可能是七九十一，然后龙这张四。因为我听一轮讲，你先不要打急的打二，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二跟十一跟七是狼队友的话，他的后置位只有一六，他可以直接丢杀了。那有可能是一二六都是好人牌，他不知道，所以他往井下丢。那二就在听他发言吧，但我觉得你把他打了有可能太急了。八井上发言是好人牌，你在井上，我认你是好人牌，你给九压力，九在井下的发言确实没有到那么过关。十是好人牌的话，十一就是那张悍跳狼，那十二我听感是好人牌，所以能挤的就只剩下这张四号牌了，因为三号牌是十一号牌发的金水牌，所以我会劝你这局我们还是一样出七，我们一起连线出七。那明天早上我们抓第四狼是这张四号牌，是这张十二号牌，我就觉得你先不要锤二啦，那因为毕竟二在井上它是格局的问题，所以你井下已经打一张九，那你就必须再打一张倒钩的牌，你甚至可以打我都 OK， 但你的视野就没有这张四号牌，虽然我挡住了，但你还是把它盘进去嘛。那我站一号边出七没有问题，明天早上起来再盘。那我建议你去验谁嘞？因为你我建议你去验这张十二号牌吧，因为你验完十二六对他有质疑嘛，那你验完一个金水牌，那他们两个连线，那也是很 OK 啊，或是你去验张龙错的四号牌也是可以，你就听发言去选择你要验谁。那初期没问题，或是你直接验九，你要奔着狼人验就验九。那有可能女巫要开毒，有可能就毒十一。OK， 那就这样子喽。那二号牌好好的跟六号牌不要水吧，因为我认为二号牌没有到很狼啊，就这样。我觉得一号他是没有讲到完美无缺那么夸张，但是我是真的是蛮信你的，因为看过他之前悍跳的状态，就是
真的是，就是这一局我觉得蛮明显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三号应该可以维保下，是因为我觉得十一号他作为就是悍跳狼，他没有必要再往井下再故意发一个他的狼队友一个金水，我会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有点太过大动作，所以可能三号我会不会把它盘成是说什么狼发狼之类，然后加上他刚刚看到自己的票型只有他自己上给十一号，所以他其实是还想说哎很惊讶这样，所以我是三号我可以放在后面，然后前面发言听起来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这个八号，然后十号原本井上我没有觉得你都太好，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站一边了，然后七号又是他的查杀，那七号手指位就直接锤你这个十，所以我觉得十号可能可以往后放吧。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我觉得豆豆有点不像预言家，原因是因为他刚刚这一轮他没有留任何的那个他要验他的验流，所以我会觉得好不像一个真预哦，就不知道是半放弃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才会再占便宜。那我待会还是会仔细再听一次一号的发言。然后十二号我觉得跟十一有点不太会构成是双狼，是因为刚刚十一号他井上就是他在发表他的想要验谁啊谁谁谁，然后说什么井下看上票，然后原本他有点遗漏你这个十二，然后是很像最后对，就像你说的再一个回马枪，我就觉得很像是他卖出来的一个好人视野，就是觉得说啊反正你是好人我没有要管你那种感觉，我不确定，所以十二我可能井下的话我会放比较后面。那因为我也不排除井上可能真的有三狼或者是四狼，但是因为井上其实我觉得八跟十都是我可以先放的，那六是一直猛打二嘛，然后井下，但是井下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好人，那井下人就那么少，我又保了三，所以我的坑也只能变成五跟九。那我觉得五号刚刚很像是一直大动作在对六号跟一号输出，说什么你们要把这个四排进坑，就我会觉得坏，你可以讲这个九啊，那你干嘛要点我？所以我觉得五号有点刻意。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我只好把你排进我的坑。好哟，讨厌我 solo 鱼，但是我怎么站都站不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哎，我是被豆豆催眠嘛，就是我觉得豆豆跳得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好哟，我没关系，因为我没有觉得许魔俊完美无缺，然后因为刚刚名牌的时候确实就是我最晚看牌嘛，因为我着重看了九跟十那边，所以我很晚看牌，然后也有做一些表情，然后豆豆讲的心路历程就是完全贴合我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他很像真的验到我这张牌，然后反而是一号我会有点站不到边，是因为我觉得他跳得很随便，然后他直接就发了七号查杀，七号刚刚也有说他没有讲到心路历程。我现在讲这个，如果我是错的，我回去看会很丢脸，但是我还是想要把我的心路历程讲出来。好，然后他还要说什么？他觉得六蛮怪的，因为七在发言的时候有点到六，说六要跳，但其实要跳的不就是十一嘛？如果七跟十一为队友的话，你怎么还会想要点说六要六是他的队友，就是七是点六队友，所以你想查六，就这个点我是没有听得很懂，所以我觉得一号其实没有，就是在我视角里面我觉得不像雨，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豆豆的心路历程非常好，然后他验十验五我也觉得非常好，可是我现在有点没办法回头，虽然我跟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六号有点怪的点是因为他刚刚踩豆豆的点是说豆豆排完狼坑之后有三狼在井上耶，但是你刚刚在井上的时候不是发言说我觉得这局有三狼在井上，就是你跟豆豆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可是你却拿这个去猜十一，我现在发言好心虚，又好怕我自己是错，但是我现在只想到这一套，我还反不过来，到时候看十一开枪还是一开枪我再去想好不好，再去想那件事情，我现在先把我想讲的讲完。所以我觉得六不好，然后十我觉得不好的点是因为我觉得你很会抿牌抿我，然后你刚刚就是我刚刚的那个，就是我刚刚那个反应，我觉得跟我之前有一场你把我的很像，可是你这局却没有，所以我觉得十号有点像开视角，跟他刚好又是就是十一号发言完直接跳票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十有点怪，我现在有点想要把一六十放进看，还有一直在找，因为你们都跟我不同视角，所以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四号是好人，对。目前觉得四号发言像好人，对，先这样过了。哦，听下来我觉得九是一张定狼牌，因为九他的发言是他抿牌觉得二四十十一不好哦，然后七他没有觉得七抿牌不好，可是七的发言是打十的，
然后因为一发了七查杀，你没有聊说一哪里发炎像，你就直接说那七就是查杀，跟你的名牌不一样。且你对我的对话是说，我的心路历程是我名牌名九十，我觉得十像好，所以我起身想要发他一张金水。你说那我对你没有一个定义，那我看不出你什么，那我觉得十像好，那你应该要对我有敌意的点是说你名牌觉得十不好，我发炎却觉得十好，你应该用这个点来打我是狼，而不是说因为我对你没有定义，所以我是狼。所以我觉得九的逻辑就一定是个狼，那十应该就是卖出来的好人，因为九跟我的对话是说，哎，你说十是好人，那你怎么没有说我呢？所以你二是狼，所以我觉得九是定狼牌。那十，因为我相信十跟我应该不会站错边吧，我们就站一边，七是一张查杀。目前的狼坑就是七九十一，六我觉得没有太像狼，不是因为他打我不敢打回去，而是我觉得他。就是他井上井下聊的内容，我觉得都蛮像好人的思考量。那，八是井上我觉得偏好的牌，十二的八眼我觉得要再停停。三虽然站十一边，但是三就是还算是有一点在反复。他觉得，因为他有一直跟我们强力的号，就是强力的说，我跟你们站不同边，我有自己的想法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点就很不像一个狼人在冲锋的八眼，所以我觉得三我没有很肯定。这轮就出七，然后赌十一，然后我想要这个九四顺验了，先验这张九号牌，因为我觉得二号牌刚刚在讲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还没有讲到我井下的发言嘛，二号牌讲的东西跟我想的东西是还蛮像的，对，然后三号牌我想跟你说，十一号牌他连魔术师流他都没有流，你会觉得他好，这个我觉得不太 OK。然后，可是三号牌我就想，这么大票型都站到我一号边，然后你还要去跳出来站到十一号边这样送死，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我会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在晕的一张好人牌？对，然后我再多留一个好了，再多留一个，我的这个坑是九四七十一，然后弄错这个三号牌。浓缩三号牌，因为我比较不想相信艾丽尔会晕成这样。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十一号牌他哪些地方没聊好，我觉得都不用多余太去讲了，因为他前面讲了，他说我怎么不从井左开始，从井右，很明显啊，我井右你们两个的平均数值，对我在我视角你们两个都是狼，我不会忽略掉十一号你在我视角四只狼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从井右发言，这很简单吧？对啊，然后。就这样嘛，我十一先票七号牌，然后女巫读十一，然后我会验九，那个魔术师你不要换到这三张牌，对，那保险的话四号牌我也会就是会留第二个警徽流这样，那就这样归票七号，请大家继续投票。三二一，请投票。七号淘汰，请去淘汰区，请发表遗言。好，我想跟大家说，那个平民也是人，啊，平民也是人，而且平民是个好人，所以当六号说什么我们就出七啊，反正什么，那我就已经觉得。就是要这样玩的话，那就很可惜，因为我是真的一个好人，然后我很努力的跟你们表水跟找狼坑了，但你似乎没有听发言，你要因为格局或因为我拍一个平民牌，所以你想把我出去，那就算今天一跟十一都没有打牌，你还是不知道谁是悍跳啊，对不对？我是平民牌，我是好人，平民也是一个人，然后一跟十是双狼，但外置位我找不到了，一跟十是双狼，因为全票除了金水跟预言家是站队的以外，其他都算错嘛，那但井上牌我比较敢保，就是二六八我是比较敢保的。我是比较敢保，因为我认为不太可能说这个格局井上还是多狼的结构，就是超过两只，因为我已经找到一跟十了嘛，所以我觉得剩下两狼会在井下，但就是希望女巫可以把一堵掉，就是好人要回头，因为就很可惜我没有身份嘛，所以我只能用表水跟你们说我是好人点，还有一哪里跳得不像，还有就是我的分析的狼坑，好吧？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六号、十一号被杀死，直接请去太区。警长决定警左警右，警左。二号开始发言。九是金水，
但我打九，我是用逻辑去打，我认为因为十一吃刀的话，六要吃毒，我觉得六不太能吃毒，所以十一只能是吃毒的。那是六倒牌，不是一倒牌的话，我还是觉得自己没站错。那九是金水的话，那打错九了。但是我觉得我打九没有打错啊，因为你确实打我的发言是没有在逻辑上的、啊，对啊。而且我底牌是一张好人，对。那我就打错你了。那你要仔细去听我井上井下的发言，因为我是用逻辑去打你，我不是乱打的，所以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那十一一张，七一张。着重听三的八言吧，因为八跟十是井上我认为好的牌，十二跟四五，十二就是因为第一轮八言其实他在第一个位置，所以井下其实听不太到他的资讯量是什么。然后四跟五的话算是有点互打吧，所以我可能会觉得三在前面一点，然后四跟五着重听，十二可能放比较后面，就这样。啊，好，那个什么，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战士啊！在干嘛？我去淘汰区好了，你们可不可以打我？好烦啊！我真的战士一遍，因为六是倒牌的嘛，女巫是毒了，十一也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站错边，所以也不知道。加上一号又没倒牌，我们又没有守卫，为什么没刀一去刀了六？我就觉得有点还是站回不了头哎，我还是想要站。吃一边，对，因为也没开枪啊，就也没干嘛，就也不知道。然后我会突然又觉得说，七号如果真的是狼牌的话，全场他已经看到票型都没有人站到他边了，他为什么不拍一个身份牌去可以免一个人的身份，或是炸一个身份出来，他却拍了平民，然后还要保井上的二六八，我就觉得会不会真的是好人？对，然后。六，我刚刚打错，所以我会反过来去怀疑到这张九号牌，因为我敏牌开牌一开始是觉得九号牌不好嘛，所以刚刚六号在点九不好的时候，其实我是认同的。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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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头很晕。